妈，我跟你在家工作忙，没时间陪你，我把好玩的地方都给你泡下来。没事，你就多出去转转，人都来好几天的，别老在家待着了。妈，不是让您去转转吗？家里的卫生啊，不用您打扫。妈就是闲不住，这么多年都习惯了。妈，从那儿休息。今天呢，我去做饭。妈，今天周末一大早洗什么衣服啊？还让老人睡呀、啊？妈不是故意打扰你们的。过几天我想回老家了，想帮你们多看看。没事。你洗吧。佳佳，人周末你带妈去玩吧。玩什么玩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我要陪你去逛街。我妈她别睡了，快去做饭。咱妈要回老家了，我们一起去看她吧。我把车票退了，还有这房子我准备卖了，马上看房的人就要来了。佳佳，你擅自做这么大的决定，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妈，有什么事好好跟佳佳说。经你同意，咱妈生病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事情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儿子，妈挺好的，妈不跟你说，妈是怕拖累你们。妈，对不起，是儿子没有尽到孝道。儿子总说自己工作忙，忽略了您大老爷跑来看我，没想到您是来看病的。妈，听说养儿能防老，而我连你生病了都不知道。妈，孩子，妈知